高中潘安校长哈，还有我们的家长会的会长、教师会的会长，还有我们今天我们敬爱的、我们非常认真、专业、热情的爱心的、我们伟大的老师，还有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同学好。潘安校长哈，他打电话说他要办一个很有意义的敬师节的活动啊，所以我就特别来了，特别来，也非常感动啊，因为这一个。典礼啊，这个仪式啊，都非常的专业，跟那个有文化的底蕴，而且、很多我要特别讲武林国中啊，我们武林国中，我们在校长啊，担任校长，还有家长会长，还有教师会，还有各位老师的努力之下，我们包括优质学校总共有六个哈、还有教育部的创新奖，还有自从呢、我们学校出了一本叫做《邂逅武林五十六种方位》以后。我的脸书都或者文章都要变成写新诗了，有二分之一、都用新诗来写，那我非常喜欢诗啊，所以，刚刚校长都讲说，他又在出版，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好的书，新的书。那这个就是在非常重视在阅读教育，还有包括这一个学生的学习跟发展跟写作。那我也常常在看到，校长啊，传给我的信息呢，就是说我们得到全国的。非常非常的感谢哦，我们各位老师哦，那尤其是各位同学的认真哦，把古亭国中啊做办得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在阅读方面哦，还有包括在地人哦，在地的很多的在地的一些包括一些服装啊，一些特色美食哦，那做很详尽的介绍，那就是表示啊，我们老师啊，事实上是很用心的在推这一块哦。那今天呢、我也要祝福这个祝福。国中的老师哦，还有师长，还有校长哦，平安健康，快乐幸福啊！我也要祝福全国，甚至是世界，各个每个国的这个老师啊，今天教师节快乐哦！那我们的老师啊，当老师实在是非常非常伟大。我们在几十年前啊，我们如果当老师，他就先带大家去汤江，那个煮水饺、包水饺，把那同学跟同学之间一个互相的联系、互相的联络哦，然后很多事情。就简单的讲，就是他透过很多团体的活动，来让这个老师还有同学同学之间能够互相认识哈。那现在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，现在比较就比较不一样哦，比较不一样哦。那我们高中老师就说，你在适当的时间啊，要做最适当的事，就说你在什么时候，你就要学什么学什么。你在当学生的时候，就要好好的用功学习，认真学习；运动的时候，就好好的去运动。那这一句话也让我非常的受用哦。那我也当过那五年的老师啊，不过当过小的，我当过老师啊，所以我真的知道。那刚刚各位同学当一天的老师就知道，老师真的是非常的伟大，非常伟大。各位，那当老师真的他要很多的，要专业，